香港圣公会小学辅导服务处，同心向圣公。系你嚟自咩学校噶？圣公会圣教翰登小村小学。好，咁啊，今日多谢你接受访问啦。咁啊，想问一下咧，啊，一讲到圣宗咧，你会谂起啲乜嘢咧？我会谂起教唔教到朋友。OK， 呢样嘢对你好重要噶？都系，我惊去到中。诶，会担心咩话？担心冇朋友。我会冇朋友 ，OK， 咁啊，升到中学咧，咁你有咩想做啊？我想考到大学。你想考到大学嘅，咁如果当你入到大学啊之后咧，你会想做啲咩？我想做位发明家。发明家有啲咩你特别想发明？发明量子推动机。OK， 吓、好有宏大嘅理想喎、哇！咁喺成个过程入边，你最想有啲咩人支持你咁样噶？屋企人同老师，你想佢哋同你讲啲乜嘢噶？好冇啊？即系多谢屋企人同老师，即系呢六年嚟一直喺度教我。咁你想佢哋头先讲加油打气啊？你想佢哋同你讲啲咩？冇乜嘢啊，净系想你见佢哋。但你就想佢同你讲加油努力咁样。明白。咁啊，去到就嚟升中咯，有咩你想同你嘅小学老师啊、爸爸妈妈讲嘅？多谢佢哋一直支持我啦，同埋一直教我。多谢你哋。咁同学仔咧，就嚟毕业有冇啲嘢想同同学仔讲啊？即系叫佢哋认真啲咯，唔好喺度喊。你笑得好开心啊，但系。好，咁啊，欢迎你同学仔今日参与访问。咁啊，请你先介绍下自己啊。大家好，我系六 A 班吴谦。你嚟自咩嘅小学噶？圣公会圣约翰登小村小学。好，咁啊，一讲到圣宗咧，唔知道你会谂到啲乜嘢咧？我会谂到好开心。好开心嘅，点样开心嘅？因为终于可以脱离小学。终于可以脱离小学。咁啊，有啲咩系令你会比较担心嘅咧？圣宗。系啊，偏咗啲差嘅班。哦，偏咗啲差嘅班，咁会点噶？可能嗰班会有黑社会。O、okay, K， 明白。咁啊，升到中学，咁你最想做啲乜嘢啊？努力学习。咁你最想得到咩人嘅支持呢？老师、同学、家长。你想我哋同你讲啲咩噶？加油努力，升中学快乐。咁啊，就快升中啦！咁啊，有啲咩想同你嘅小学老师啊、爸爸妈妈讲嘅？我好开心。OK， 咁同学仔咧有冇啲嘢想同同学仔讲嘅？加油努力，中学快乐！大家好，我系圣公会圣约翰登小村小学嘅钟逸俊。我升中咧，其实真系好难嘅。第一咧。我咧仲要谂下个题材啦，仲要谂埋究竟入咗学校之后我应该拣咩科好咧。不过就应该有啲信心同埋坚定。有咩会令你好担心噶？唔系，就系升中之后，虽然我家姐都系读紧嗰间中学，不过佢只可以照顾我一年。不过虽然我放学系有啲唔识路，不过我都会好勇敢地去问。好犀利喎！哇，咁啊，升到中学咧，有冇啲嘢特别想做噶？我中意打羽毛球，我想入羽毛球队。不过我打羽毛球虽然接波唔叻，不过开波好高，有羽毛球。
好啦，咁啊，希望你都入去到羽毛球队啦。咁啊，因为你去到中学，你最想边个人去支持你啊？嗯，同学咯，朋友咯，同埋我家姐。你想我哋同你讲啲乜嘢啊？想同我讲，想佢同我讲，虽然呢次考试你只有四十几至五十几，不过要努力就好似嗰句失败是成功之母。嗯，系啊，希望都得到佢哋嘅支持同鼓励啦。咁啊，调翻转头，咁你有冇啲咩系想同你嘅？先是问了你的小学老师啊，或者爸爸妈妈讲的。我啊，咪就系祝佢身体健康啦，长命百岁啦。加上我入咗中学，会应该会成日探佢，探佢哋嘅外子中小学老师，同我阿爸阿妈讲嘢就。都是一樣啦，兩兩百歲，好孝順啊！好啊，咁啊，最後一兩條問題啦，咁啊，同學仔咧，咁同你有冇啲嘢想同你嘅同學仔講啊？嗯，我嘅死黨。嗯，係啊。冇咩嘅，真係冇。有冇嘢想同佢哋多謝啊，或者講啊嗰啲啊？有啊，成日請我食嘢，然後咁肥咁瘦。好啊，咁啊，我諗最後可能再一兩日就離開咗，就會離開小學喎。最後有冇啲咩諗法或者心情，你好想同大家分享嘅？就係入咗中學之後，乜嘢都唔識，又要問路，有啲尷尬。不過。我会努力学习，如果仲系唔识，咁就去探下我啲旧老师，问下我应该点做好。好啊，好啊，我觉得好好嘅分享，系啊，多谢你今日同我分享。我相信咧，大家同学仔睇到咧，都会俾你嘅分享咧感动到嘅。好啦，咁啊，我哋讲再见啦，拜拜。Bye bye放松心情，乐观面对。香港圣公会小学辅导服务处与你同行。